那么接着往下看吧，那接着我们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list view 对吧，那我在这里就创建一个 list view 吧，接下来 lv 又一个啊，我叫六了，叫 factor 去 create 一个对吧，那对应的话返回的话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 adapter， 好，创建一下这个 adapter， 对应的开启 create 的 adapter 继承我们的 super 的base adapter 是吧，好，这个病的类型的话就是我们开启 query 的 infer 病， OK， 相关方法实现一下，好，再来实现一下，好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溜出来了，溜一个开启 query 的 adapter， 这个数视图以及数据都给它 m base 是吧，好， OK，好，接下来是来到这里来了，也叫返回一个具体的一个啥呀 holder 对吧，那你一定要明白 holder 是啥呀，是老师这个早上回顾的时候的三句话呀，那问大家哈，现在这个一会儿这个条目是这样的，一会儿这样条目是这样的，首先他们的 holder 应该一样还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吧，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视图就不一样了对吧，那是不是具体的话应该判断呀，就是如果是 title 的话是吧，是 title 应该给一个 title 的 holder 是吧， return 一个 title 的 holder， 好， else 的话是给一个普通的 holder 啊， return 一个 return 这个叫普通的 holder 啊，啊也是这里要返回两个 holder 给他对吧，那现在第一个你要如何知道当前的某一个条目对应的它是否是 title 的，那你显然哈，首先数据源在这里是吧，那是不是要拿到这个一个条目的话，你就要知道这个对应的一个索引嘛，叫做一个 location 或者 position 嘛，就这里没有啊，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呀，那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方法对应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给我传到这里来吧，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方法我们最开始在哪里声明的啊， Ctrl Shift 加 G， 你可以看一下一个方法在哪里用到了，在这个地方用到了 Ctrl Shift 加 G 哈，看别人代码，这个快捷键非常重要，你看我就可以找到这个方法是不是在这里被调用了，那看一下比较熟 Super Base Adapter 里面 Getter View 里面调用了吧，你看在这里我能不能把这个索引给他呀，非常容易吧，是直接把这个索引给他就可以了，他有了这个索引是他就可以取出一个值了， OK， 好，接下来要修改哈，修改改一下哈，这个地方一改肯定很多地方都要改对吧，但是改起来都非常的容易，好， OK， 这样就可以改了吧，好， OK， 这个也改一下，都改一下，相信我们写着写着发自己的框架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修改修改了，好，你只要把握了规律就可以了对吧，好， OK， Ctrl Shift 加 S 全部保存，好，保存好了，这里来到这里，那这里有了这个 Position， 有这个 Position， 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一个病呢，拿到这个病我判断它是否是 title， 那就非常容易了， is title 就可以了，那接下来title 的 holder 是吧，那我们对应又是不是要搞两个 holder 了，好， OK， 对应的话又把它给打散了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 holder 是啥对吧，好，你看我要去接着我就去溜一个开启 query 的 title holder， OK 吧，那下面的话就给它溜一个普通的 holder， 那就开启 query 的 normal 的 holder， 好，又创建这两个 holder，好，放到我的 holder 包下面继承 base 的 holder， 好，数据的话你要告诉他还是我们的开机 gray 的 infer 的病吧对吧，好，实现一下，好，对于我们的 title 里面的持有的这个视图其实就是一个啥呀 text 的 view 的，好， UIUTO 给的 context 的返回一下，好，写好一点嘛，这个叫 CV 的 title， 好，对的嘛，抽成
成语变量。好，来到这里我就可以去设置它的文本了，就是这个下面的 title 了。好，这块就搞定了。接着我们还有一个，对吧，叫 normal 的 holder。 好， OK， 接着放到我们的 holder 包，继承 base holder， 这个也是我们的开机 grade 的 infer 的并法，对吧。好，实现一下相关方法。好，没问题吧。那这里为了给大家看到效果，我新搞一个文本啊，本来不是文本，对吧，先给大家搞一个文本看一下这个效果先哈。好，对应把它给抽成成员变量，来到这里哈， MTV 我去给它设置一个文本，设置啥，那就 date 下面的 name 一加上一个空格，再去给它设置一个 date 下的 name 二，再去加上一个空格，加上一个 date 下的 name 三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，对吧。好，这边搞定了，搞定了。好，回到这边来，打个包 ，Ctrl Shift O， 打个包。好，这个就没用了，对吧。好， OK， 那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 holder， 那这个就是一个 title 的 holder， OK。 好，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所有就完毕了。好，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。好，来到我们的一个分类嘛，你看现在的话是这样的，哎，它默认是不是有这个加载更多呀。那我去只需要非常简单 has loader more， 给它搞一个 return 的 false 就可以了，对吧。好， 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 Ctrl F11。 好，来到我们的分类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，你看这一块就完成了吧。好， OK， 停一下视频。